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说起谢霆锋，相信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了。他和张柏芝之间有两个儿子，当中谢正轩是张柏芝和谢霆锋所生的长子。一眨眼，他已经12岁小伙子了，长相帅气，像极了父亲。近日，港媒访问了谢霆锋儿子谢正轩，不要看他只是年仅12岁小孩，在很多事情上外面都是比较早熟的。这一次，谢正轩首次打破沉默，回应了和父亲谢霆锋的相处状态。谢正轩表示，我和弟弟很少能看见他，因为他很忙，我生病了，弟弟发烧了，只有妈妈陪伴我们，我不后悔妈咪跟他分开，他配不上妈咪。此话一出，也是让不少人惊讶了，原来是因为谢霆锋在某综艺节目上深爱王菲20年，谢霆锋这样我行我素的情绪方式丝毫没有顾虑到前妻和两个儿子的感受，想必谢霆锋这20年变飞的话是伤透了大儿子。从大儿子说的话中可以看出自己心酸，不得不说谢霆锋这个父亲是相当失败了，也希望谢正轩在张柏芝陪伴下可以健康成长。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留言。